上个礼拜的短片介�绍两个单位，好快都卖得出。今次再嚟介绍你哋嘅屋苑咧，系洪水桥嘅单位轩。而家屋苑嘅楼龄咧就15年。今次要带你哋睇嘅单位咧，系一个实用面积371尺，一房连埋天台嘅单位。而家业主咧就嗌价490万。如果事不宜迟，我哋嚟睇一睇单位入边嘅情况啦。 单位一入嚟咧就系客厅同埋饭厅，客厅饭厅嘅大细咧都唔错嘅，而且一入嚟咧仲要望住一片开阳嘅景观，感觉都好舒服噶。跟住门口嘅右手边咧就系厨房啦，厨房嘅大细咧就够晒啱啱好两公婆一齐煮饭仔啦。 跟住就嚟到洗手间，咁洗手间咧就有窗唔系黑厕，咁样嘅话咧洗手间就冇咁容易滋生细菌啦。跟住就主人房，主人房业主就放咗一张双人床啦，另外仲放咗个衣柜添嘅，咁其实亦都可以利用埋个窗台咧嚟放一啲 cushion 啊或者饰品嘅。跟住我哋就嚟睇下呢个单位嘅天台啦。 咁丹桂轩嘅楼梯咧就不得不赞，每一层咧只有两转嘅楼梯，而每条楼梯咧都系得8级嘅啫，真系眨下眼咧就已经上咗去啦。而家见到一道道嘅铁门咧，就系呢个屋苑最特别嘅地方。呢个屋苑嘅天台咧都系独立门口出入嘅，咁私隐度就即刻加分啦。咁天台咧就有水同电嘅，咁啊啱晒成班朋友过嚟开 party 宵夜食。 咁至于点样装修嘅天台呢，亦都可以参考同屋苑其他嘅业主。跟住就带大家睇埋屋苑附近嘅交通。 屋苑附近大概半分钟嘅步程会有个专线小巴站，就去元朗嘅。又或者大概4分钟嘅步程去返洪水桥嘅中心位，嗰度呢就会齐晒啲餐厅、巴士站同埋轻铁站啦。 跟住我哋就嚟讲讲，如果大家买呢个单位，月供啦，同埋月入要求啦，同埋首笔支出会系几多啊？咁单位可以做到90按揭啦，咁一成首期加埋印花税、律师费等等，首一笔嘅支出咧大概65万，咁如果月入要求咧就至少系36,600蚊左右啦，咁而家月供咧就18,296蚊。 咁好多谢大家收睇呢段片。如果你对呢个单位系有兴趣，或者你对一啲楼宇买卖系有问题、有疑问嘅话，都欢迎你打俾我。咁我希望可以帮到你，多谢。